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亿万富翁，就算呢春节大乐透没有中，现在许多民众干脆就改买刮刮乐，而且专门是挑中奖几率比较高，2000块钱或是1000块钱的刮刮乐，而这也使得面额2000、1500、300块钱的刮刮乐到现在几乎是都卖光了，而且要等到2月18号才能够补货，而买家在这之前你只能多跑几家。大年初二挤爆了，就在不到10平大的彩券行里，超过100人全站在柜台前，挥舞着手中的钞票，想买刮刮乐。不过一关难求，因为刮刮乐老早在大年初一就断货。切了吗？没有了，增加100跟200的。面额2000的刮刮乐，这下真的卖光了。从除夕到年初二，大乐透加码头彩奖金，又连开3天的100组100万奖金，买家等待兑奖派彩等不及，加买刮刮乐继续抢中奖发财机会。包括2000、1500、300这些面额的刮刮乐，在大年初一就卖到缺货，买家退而求其次，改买200和100的刮刮乐继续拼手气。那2000块的那种刮刮乐啊，我跑了好几家都没有找到。我买过，可是最近就没有缺货了，就很可惜。刮刮乐这下卖到缺货，最快还得等到年假后到2月18号才能补货。在这之前，买家想试手气还不一定买得到。2000卖完就客人就抢1000的，那1000的卖完，客人就抢500的、抢300的，全部都抢光。现在整家店啊，就剩下100、200。买家就算有钱想买刮刮乐，但看到这种6个销售员同时得应付超过上百人抢买刮刮乐的抢刮盛况。想做发财梦，碰上刮刮乐断货，这下也得被迫大梦初醒。中央新闻林嘉欣、张君龙台中采访报道。